我提出这个主题就是说，有一次刚好在做治疗的时候，刚好询问说他们在做什么工作的，就是那一次刚好来打四个震波的一个治疗，结果发觉他们全部都是在厂区那附近工作，才发觉原来工作跟这些的一些疾病原来那么高度的一个相关。那这些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原则上会有哪些形态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慢性射物线发炎，包括可能你久坐，我有一些病人的话，他可能是长期他的工作需要久坐，然后甚至他有可能是需要就是他的工作压力很大，他需要赶一些进度或赶一些稿件，像记者大哥这样赶一些稿件或作词作曲这样子，有的时候这种的一个高压的工作形态也容易造成他的一个精神比较紧绷，而造成骨盆那边肌肉不容易放松，而有这个慢性骨盆腔发炎的这个情况。所以综合这些来讲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一些族群其实他们是高度相关的，也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长期熬夜又憋尿，那可能另外他可能的工作又是高压又久坐的，这些的一个族群的话，很可能尤其是一些男性，不要说很需要到老年，他可能中年或者是青壮年，他可能就有这些相关男性的一些健康上的一个议题，可能就需要进一步来求诊然后我们会帮他给他一些意见，让他看看说回去能不能改善，那当然相对严重的话也可以用一些药物来治疗这样子。医生，我比较好奇想请教一下，你提到的这些症状除了排尿这个是很明显他可能排尿不顺，他就会来求诊。那你临床上会来求诊的，是不是状况都已经比较严重了才会来求？因为其他的一些状况其实还蛮隐性的，他可能不见得有这个症状会想到要来就医。对，其实提到这个的话，它其实这个是一个重点原则上目前的话，就是因为这些的一个症状常常它都是比较隐性。而且其实是很多人不清楚，原来在这个症状是需要进一步去被关心的，所以相对来讲，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些呼吁，包括如果你像睾固酮低下，他会一些情绪或者是觉得活力比较差，精神状况比较差，或者是像刚刚有提到勃起功能障碍、性欲比较低这一方面的一个情况的话，基本上都可以进一步来求诊，做抽血来做一个验证。那当然有些人他会反复的一个解尿不好，然后甚至下腹部会阴疼痛这些的一个情况，其实说这个临床上也很多人不知道这需要来做进一步的一个治疗所以今天也是利用这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有一些青年男性、中年男性还有这个会阴部这些疼痛的一个情况的话，可能要尽早过来寻求这一方面的一个治疗。那当然同时我们也会帮他审视回去看一下他是不是他的生活形态想健康那工作其实里面很多有一些重要的小事情其实大家要注意，包括第一个排尿障碍，包括第二个慢性射物线发炎及睾固酮低下那憋尿的情况，基本上我们会憋尿憋完之后，膀胱会不自主的一直扩张，到最后尿道肌肉会紧张而反复的泌尿道感染，到最后可能病人会有这种想尿尿不出来或尿不干净的紧尿的问题所以长期憋尿的一个危险族群，包括在无尘室包括一些司机，包括一些其实医护人员也是或者工厂的作业员、专柜人员、银行员，这些可能都是一个危险的一个族群。那第二个主题，我们可能会提到所谓慢性射物线在发炎这种的一个情况的话，基本上它不好诊断而且它有的一个症状其实是蛮广泛的，包括它有可能会有会阴部疼痛、排尿障碍、解尿障碍以及性功能障碍这一部分。那基本上它可以的治疗就是从生活习惯要先调整、药物治疗以及低能量震波的一个治疗这样子。那这一类的一个病人基本上他有这个困扰的话，他会有一个多重的打击，也就是说他在身体上、情绪上、跟生活上可能都会非常的不舒服。那这些的不舒服也有可能会造成他过度的一个紧张，承受压力太大，或者是工作上过度紧张、压力太大，也会造成他这个疾病容易恶化及复发。那有一些工人或有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可能需要久坐而比较少在做这个起身活动的一个情况，再加上有些人喜欢去户外骑脚踏车这种只要有坐垫式、有震动或者是久坐影响这骨盆腔的一个情况，可能都会恶化这个慢性射物线发炎的一个情况。所以归纳一下，可能危险的族群包括一些其实公司老板或者是管理阶层，他们可能压力过度紧张，有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困扰。那像一些工厂的一些工厂的一些作业员，他们都一直坐着在那边从事这些的一个作业，或者是像工程师或者刚刚提到的包括记者大哥们或者是这个作词作曲家，有一些他们需要久坐的
他们有的时候或者是精神要交稿了，要交稿件了，他们会比较紧绷，紧绷的情况可能这个东西就会有恶化，这临床上其实还蛮多 case 会有这样的。那最后一个我会提到睡眠这个睾固酮低下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情况，轮班也就是这个 shift work 长期夜班或三班制这一类的一个工作的情况的话，可能它会平常有一些研究说它会影响正常工作表现的15到20。如果我们睡眠它可能会有很多问题，有些人是睡眠会失眠不好睡，有些人是睡得太短，有些人是睡眠会中断，有些人是睡眠周期的这个异常。所谓异常就是说他可能今天是早上睡觉，隔几天就变成需要轮班而变成晚上睡觉，而这种睡眠的一个异常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睾固酮低下。那这一张图可能跟大家再稍微告知一下，睾固酮低下有这些的一些症状，包括性功能部分，包括活动力，包括他的一个精神状况。那它的一个影响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这个部分的一个异常这样子。